最爱吃的今天不能吃，我觉得我现在可能能吃的只有白粥。有白饭是不是？你要帮你煮粥，白粥好不好？帮你煮粥。各位，我回来了。你回来了，你回来了。刚刚不舒服，休息一下，现在好多了。你先去坐，你先坐，能坐休息吧。那你等一下你不能吃啦，我觉得你先不要吃吧。你直接喝吗？对，我想说。对不起，不好意思，开玩笑的，开玩笑。没事，不会不会，这个给你，坐着。好想吃哦，我的天啊！那你是吃坏肚子吧？我不知道。然后刚刚我真的是晕到不行，所以我觉得我一定要躺着。对啊，你有睡哈？我睡，我睡一下。还好，就睡一下，现在就是好多了，可就是还是有点，虚虚的。对。你要用香蒜鹅油吗？这个、哦、都可以啊。我刚炒面是用这个啊。好香哦，这个面。可是鹅油加。哎、欸，对啊，鹅油加腐乳对吗？鹅油加腐乳好像怪怪的耶，我为什么会听你的意见呢？那你平常都加什么油？我平常我就是用橄榄油而已啊。是因为现在用鹅油啊，我真的觉得加这个好像会不搭哎。真的吗？或者是这个就不要加。腐乳的，因为其实它的量啊够炒两盘。我觉得我现在可能能吃的只有白粥。有白饭是不是？你要帮你煮粥，白粥好不好？帮你煮粥。你都会把它分开啊，因为梗要先炒嘛。对，梗先炒。还有姐，你先去吃，我帮那个。没事，我还好还好。那什么，我帮雪芙煮个粥。张轩瑞，你把饭都吃完。哪有？剩下锅巴，真的有点不行。我看那个汤，对，加一点盐巴。哎，这样会不会很多啊？不会，会啊，不会。哦，好，不会，不会，因为它很大碗。嗯 ，OK。然后盖子再盖上，再让它滚一下，中小火再滚。哦，那个都有辣，对不对？嗯。最爱吃的今天不能吃。我现在开始觉得有点饿。嗯，是胡椒辣，其实有点辣。哦。元宝吗？我想好像可以配个奶茶，好像可以解辣哦。奶茶可以解辣哦。不是奶类都可以吗？牛奶吧，牛奶吧。我来弄个甜点给你吃。其实只是我红豆的甜点。好，其实我只是很喜欢喝奶茶，我找借口可以解辣。我可以外带回家吗？外带。这个会很麻烦吗？不会，你又要消失很久。不会，很快。想要跟你聊天。可以的，很快的。兄弟，哎，去拿两下那个粥。好。聊一下天。我只是怕那个奶已经都不快不冰了。有奶哇，你摸这个都还冰，所以你也不是。你看，等一下，可是你的可以不要加奶。他看起来好伤心。对呀、啊，怎么都是人用什么甜点，然后我没办法跟到，还是就为了这个甜点就拼了。疯了吗？又疯了吗？现在海拔偏高，不要冒险。我刚刚已经不知道上下吃完，然后就。上厕所好几次，为了阿记的甜点，拼了。对，那个粥不用拉，有刚拉，我刚加去拉啦。其实要一直拉，哎，是假的，真的。所以不然会掉队啊。你觉得它的米粒已经散开之后，你就可以告诉我们。不想要交代他任何事。其实散开了，只是水没有滚。所以要等到水滚啊。这个有粥的感觉。这样还不行，还没找嘞，还没啊，滚都没滚，太久了吧这个，不会不会，好，你去旁边，你被赶走嘞，你去旁边，终于好像有点味道了，是不是？嗯，哇，这人一块排骨就那个啊，饱到天边去啊，张轩瑞，要吃喝，要炖排骨，好，轩瑞，要帮我打。打两颗蛋，散的。你好忙。对啊，给他点事做。轩瑞好忙。光支援就很忙。光找轩瑞就很忙。